是我受不了的是这种一面在推广一面在给你降价的这种，就好像这今天来跟你说一下啊，这个我给了你多少多少优惠，明天一巴掌甩过去，我就是不给你了，我就是让你亏了，你怎么办？就是这种状态。对的，中国的这个消费者啊，我们这个车主啊，让我们车主太心寒了，对吧？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对，他们现在就是对待我们歧视啊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包括后续的服务，他们没有说打一个慰问电话过来，也没有说这个 F 这个客户什么情况，对吧？你说我几个小时亏了几万块钱，你说我心里肯定是不高兴的。Thank you.